能叫我一声老公吗？哪怕不是真心的。老公，老公，你干嘛呢？你在干嘛呢，老公？朕想要个太子，爱妃意下如何？要呗，跟谁要啊？人能给不？爱妃，咱俩要个太子。臣妾跟您去倒行，臣妾去了就能给吗？爱妃，咱不用求别人，明白吗？生抢啊，皇上这不合适吧？不是睡觉，你明白？睡觉，明白吗？这就睡觉了，皇上您放弃了，不要了吗？不要了，不要了，放弃了。不是，皇上咱们退一步，不要太子，要太离行吗？太离行吗？哎呦我的妈！你自己要，我来不了。亲家快来坐，喝水解解渴。这么热的天气，你看你是咋来的？我是坐我女婿的轿车来的，车里有着空调，也不算是太热。我儿买个车，我都还没坐。我看亲家三天两头都要去坐坐，我也不想麻烦，是女婿太孝顺了，非要让我去坐，咋说也不听呢。真是我好儿子，应该孝顺你。抖音，臣苏护之女苏妲己拜见代王。抬起头来，过来，做我的男人，我宠你。我不要，你们女人都喜欢骗人，得到手了又不争气。我想要个孩子。谁家孩子能给你呀？咱俩要个孩子。咱俩去人也不能给。我说咱俩睡觉要个孩子。咱俩睡觉人把孩子给你送家了呀，你想啥呢你呀？哎呦，我他妈走了。你走，你去人也不能给你。老公，我肚子疼。你说多少钱不疼吗？500就不疼。那你多喝点热水吧。哎，那200也不疼。那一会儿转你。哎呦我的妈！不知道你有没有想我。咱也不知道，咱也不敢问。你别笑，谢谢你这么远还送我回家。啊，没事，快回去吧啊。哎，你手机不是没电了吗？你去我家充会电，我家没人。我这不有充电宝吗？有人。快回去吧。那你肯定口渴了吧？你去我家给倒杯水，我家没人。我这杯子里还有水呢。你别笑。不用。那你肯定想上厕所了吧？走，啊、你去我家上厕所。我家没人。我现在也没感觉呀，不是你到底想让我干嘛？磨磨唧唧的浪费我时间，走了。